欢迎来到催眠引导冥想时间。今晚我们将用催眠疗法来愈合自己的身体。你会发现，这种温和的催眠法可以缓解疼痛，并显著改变你的睡眠状况。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你的疼痛程度显著减少，甚至消失。这就是临床催眠治疗中经常应用的视觉工具。反复多次练习，对愈合你的身体有着显著的作用。作为一个多年的临床催眠治疗师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自我治愈，我也见证了这一点。你的身体和大脑具有自我治愈的自然能力，我们天生就有这个能力。每当你的身体有伤口或割伤时，无论是身体内部还是外部，你的身体都会自行愈合。我们的身体是为自我治愈而设计的，但通常由于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内部的障碍，阻碍了我们身体快速的和自然的恢复。科学表明，旧的细胞每天都在死亡，而新的细胞每天都在诞生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身体中的功能障碍和疼痛会持续很久时间呢？答案是，首先在于我们的意识和觉知，然后在于我们大脑传递给身体的信息。我们的身体是每天诞生新的细胞，但如果我们不断地用失调的信息传递给新的细胞，能量就会以旧的功能水平重复，它会继续以旧的频率振动。此外，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部健康状况的物理指示针。如果我们拥有沉重的负面情绪，这将传递到身体的细胞中。如果心灵有痛苦，最终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以病变表现出来。所以，在身体上经历的任何疼痛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信使，它帮助你看到你体内存在的某些情绪。通常，这些情绪是压抑、拒绝、隐藏或回避的信念所引起的感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你的心灵和身体内重新建立一个平衡，帮助我们更接近光明核心的真相，然后对齐一个新的愿景，选择专注于我们的健康上，
而不是重复制造功能障碍。现在，请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，你可以躺下，做好睡前的准备，并轻轻地闭上眼睛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。每次吸气时，让空气充满你的肺部；每次呼气时，感受所有的空气从你的身体中排出。关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，以及关注你呼吸时的内在感觉。现在，我们将一起做三个深呼吸。每次吸气，我会从一数到五，然后停留三秒，再呼气，从五倒数到一。现在，跟随着我一起开始从鼻孔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屏息，一、二、三，再从鼻孔呼气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屏息，一、二、三，呼气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吸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屏息，一、二、三，呼气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现在回到正常呼吸。你做得非常好。此刻，当你闭着眼睛，想象自己的身体比刚才通透了许多。在此，我需要你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一股治愈的能量。也许这股治愈的能量是一种你喜欢的颜色。现在想象把这美丽的治愈能量移动到你的身体内，身体内的每一个部分，从一个部分传播到另一个部分，或者
想象你正在接受光能量的领域，这个能量从上，从头顶开始进入你的身体，到任何需要滋养的部位，让光的能量在这个部位多停留一会儿。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，感受它在你体内移动。现在想象这股治愈能量移动到你最需要治愈的那个部分，也许是身体疼痛的部分，也许是情感的创伤。感受这个能量填满那个区域以及连接的一切。把注意力集中在用光填满的那个部位，集中注意力，集中注意力是关键。感受光的能量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治愈，你的潜意识将继续在每一个夜晚、每一天增强这股治愈能量。每当你想起它，通过呼吸，你就可以使这股治愈能量更加的强大，更加的强大。你现在也许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放松，随着每一次呼吸，你越来越深入进入恍惚状态。也许你会注意到内心深处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一种你可以描述的崭新的放松感。改变或允许他自己来改变。一切都从你开始。你今天为自己的身体做了愈合，或许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明天就会显现出来。新的一天，新的感觉，知道你在内心深处正在愈合。继续的愈合。愈合你的每一个部分，只让自己发现
或也许知道，或许在早晨，或许在夜晚，但肯定比你想象或知道的要来得快。你可以观察鸟儿是如何飞翔的，海洋随着轻柔的波浪移动，带你去到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方式享受。鸟儿总是本能地飞翔，它们知道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是向南飞还是向北飞。动物们本能地知道何时休息，如何滋养它们的身体。他们也知道如何倾听和遵循指示，有时候本能地让自己这样做，甚至不需要思考。树木和花朵随风摇摆，从根部吸取营养。你的身体和心灵、内在智慧，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治愈。你可以放松，并享受今天的愉悦。并发现明天会更多，也许你会发现它就在那里。改变，建立一种新的力量，正确的力量。内在的力量，愈合，继续愈合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。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情。当你专注于内在力量时，更是如此。与你内心接触，我知道你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潜能。在你做的每件事情，在同一时间愈合，一直到一个健康快乐的你。大自然有一种自然治愈的方式，它用温柔的雨水清洗地球，清洁并治愈。它提供阳光，并滋养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和每一个人的内在健康。树木吸氧毒素，并净化空气。海洋
用更多的东西滋养我们。你可以无意识地享受今天、明天及未来所需的一切。继续保持均匀的呼吸，让每一次吸气和呼气都给你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宁静。现在想象你正站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，周围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你能听到远处小溪的潺潺流水声，鸟儿在树枝上轻声的歌唱。这个花园是你的安全港湾，一个让你感到宁静和放松的地方。在这个花园里，你找到了一张舒适的长椅，你慢慢地走过去，并坐下，感受长椅的温暖和坚实，让你的身体完全地依靠在上面。此刻，你感到无比的平静和放松。现在，我们将从头到脚的逐步放松你的身体，让你能够平静的进入今晚的睡眠。首先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部，感受额头的肌肉慢慢的放松，眉毛轻轻的舒展，放松你的眼睛，感觉它们沉重而放松地关闭着。放松你的脸颊和下巴，让你的嘴唇轻轻地闭合。脸上带有一丝轻柔的身体愈合后的微笑。接下来，去感受一下你的脖子和肩膀，所有的紧张和压力在你的每一次呼气中被释放出来。放松你的肩膀，让它们自然地下沉，感
感觉一股温暖的能量流入你的肩膀。当你呼气时，带走所有的疲倦。现在放松你的手臂和双手，感受手臂的每一块肌肉都变得松弛。十个手指头自然地展开，关注你的胸部和背部，深吸一口气，感受肺部充满新鲜的空气，然后慢慢地呼出，释放所有的紧张和压力。当你的背部完全贴合在床面上，感受床给你带来的支撑和安慰。放松你的腹部，感受它随着呼吸轻轻的起伏。每一次呼气，都将一天的疲劳和压力从你的身体中释放出去。放松你的臀部和大腿，感受它们沉重而放松。继续的向下，放松你的膝盖、小腿和双脚。感受双脚的每一块肌肉都完全的放松。你的十个脚趾头自然地舒展开来，现在你的全身都充满了放松的感觉，仿佛漂浮在一片温暖的水面上，被轻柔地托起。此刻你感受到无比的宁静和安详，你已经准备好了进入深度的睡眠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引导你的心灵进入一个宁静的梦境。想象你正走在柔软的沙滩上，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发出柔和的声音，
你能感受到沙子在你脚下，让你的双脚感到格外的温暖。海风轻轻拂过你的脸颊，你继续向前走，你发现了一片宁静的海湾，海水清澈见底，泛着微微的蓝光。你看见在海滩边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大床，你走到床前，慢慢的躺在床上，感受舒适的大床给予你的支撑。此刻，你的身体完全的放松，仿佛融化在床中，进入深度的放松中。想象自己在这片宁静的海湾中，感受大自然的怀抱。海浪的声音，海风的轻拂，一切都让你感到无比的平静和安全。你知道，这里是一个让你完全放松和恢复的地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意识逐渐模糊，思绪变得越来越少，身体感觉越来越重。你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困倦，眼皮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带着内心的平和和满足，进入梦乡。愿你有一个宁静的夜晚，做一个甜美的梦。晚安，直到我们下一次再见。Thank you.
了。